今天是台股2020年封关交易日，那么早盘台积电是开高平盘再创新高，带动了大盘上攻。尽管盘中一度翻黑，不过呢，在台积电的强力拉抬下，中场指数是上涨44点，收在14732点，续创历史新高，成交值也来到2573亿。